OK， 那早上好，现在已经是10点左右了。今天这影片呢，其实我是想挑战马来同胞一日的斋戒月这样子啊。这边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斋戒月这个事情，反正就是每一年呢，马来同胞都会在他们开斋节前呢、斋戒月一个月。因为这个斋戒月哦，在伊斯兰教的宗教礼仪中是非常重要的。斋戒月简单来讲，就是在日出后不可以喝水啊，不可以吃东西，日落后就可以自由饮食。今年2022年的斋戒月时间是10月2号到5月2号，但是我已经拖到27号才来斋戒月了。顺便可以救救一下我这个肚子。自从我确诊还有盲肠开完刀过哦，我发现我的食量小很多很多，所以我在想，这个斋戒月对我来讲是不是应该蛮简单的？但是你喝水。我现在都感觉啊，那喉很干哦。那大家应该很好奇哦，这个斋戒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要让你体会到饥饿啊、口渴啊，让你更加知道食物的重要性。然后我看他们是讲可以体会到穷人的一些困扰，就是要大家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啊。这个月呢，那些穆斯林其实也是会对过去的一些罪过来做忏悔反省这样子。斋戒月期间呢，除了老人、小孩、孕妇那种生病的人啊，可以不用斋戒月之外呢，基本上其他人都。不要去斋戒月，但是那些病人、孕妇哦，如果已经过结束了，好像是要补回来了。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我在2-3年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很想拍啊。如果大家有看过，之前我在台湾有去过一个开斋节的活动，我跟徐凯好像是去到台北的一个地方，他们有庆典这样子。事隔多年啊，我回马来西亚过后，终于有机会体验这个拉马丹了。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有一个一路以来最棒最棒的东西，就是马来西亚有不同的文化。因为马来西亚有三大民族嘛，所以今天才有这个影片。那我早上之所以5点多起来呢，是因为其实他们马来同胞就是因为根据日出的时间来开始他们的斋戒月，所以就要在这个时间前来进食。我也是有问一些我马来同胞朋友啊，我就问他们，哎，如果有些人呢、可能是8-9点才需要上班，但是因为5点前要进食啊，怎么办？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们基本上就是会早早起床吃好东西，然后追回去，可能9点10点起来，就是减少那个斋戒月时间，没有这样饿啊。然后我基本上我还记得，我好像6-7年前中学的时候有去参加过饥饿三十，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还蛮痛苦，因为比这个时间还长吧，到隔一天这样子。但是那个比较不一样，是因为那个饥饿三十是可以喝水的，只是不可以吃食物包。然后加上前年我在台湾做那个3个月增肌挑战的时候，我有曾经断水过2天左右，是2天还是1天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主要是因为口很渴，然后你会没有精神啊。所以预计今天进食进水的时间应该是早上5点到傍晚的7点多左右。我一直以为都是12个小时，没有想到因为跟日出日落时间，所以大概有14个小时左右。希望我可以熬过今天呢、这就来到我的 office 啊，我觉得我选错时间来了啊，因为现在是快12点了，他们应该是准备要煮午餐了，所以我觉得我上去应该会死掉。Hello， 这边理我。Morning。啊？我很久没喝水了，5个小时。还喝水挑战？没有，我要软麻蛋啊。现在来到中午12点了，我闻到慧英他们正在煮午餐，那个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跟以往什么不一样？不懂，我就觉得肚子很饿很空，然后口又渴，因为平常饿好像是有试过，但是没有试过这么久没有喝水。可以漱口，漱口。不可以吧？可以咩？我想要漱口而已。隆重跟大家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算低苗运动婉仪。还有这个全公司最瘦的 intern Adrian。 Hello， 快剪片啦。还有这个我不要剪照了。Brother， 你要吃什么 Brother？
Siri, there. 什么意思？补粮啊？看起来好吃。不可以，我是这样的人嘛，我不可以这样子吃的。啊！我发现其实我好像很久很久啊，没有拍正常的 vlog。因为我这样看我 YouTube 哦，我前几个礼拜要么就是拍一些游戏影片，要么就拍什么扫墓，嘛进医院，嘛确诊，就一次拍比较正常的 vlog 应该是生日的那一天吧，因为我很久没这么正常过。李老师，那其实最近比较忙，最主要是忙很多公司的东西，因为我们原本就从 enterprise， 然后过后我们公司就弄变去升到 Baha 了，所以其实讲真的有蛮多东西要忙了，所以最近都一直在忙这些东西哦。然后我今天的策略呢，就是可以坐我就不站，然后可以躺我也不站。哎，我这样讲是这样，不是这样哦，好像应该是可以坐我就不站，可以躺我就不坐，不是这样吗？啊，今天我就是要这样子，然后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打可以睡个午觉，睡个午觉打到冬眠应该就可以储存能量了。分散注意，要分散注意。哦，对对对，你讲对重点了，分散注意。我要找东西忙哦，是不是？我可以忙吃饭嘛。分散注意。今天的时间是7:18，还是日落我才可以吃东西，所以大概6点多我会去买一些特别食物来吃啊。什么特别食物？是什么是特别食物？哦。现在给你们看我们工作室整个转一圈是什么样子。基本上下个礼拜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搬迁工作室的影片了。至于整个 office tour 呢，就是要等书生拍了，我们还没有拍，因为现在公司也很乱，东西也很多。耶，我们的工作室搬迁日常还在 edit 中。哇！哎 ，Big Brother 吃饭了，哎，哎，忘记你不能吃了。我在这个房间，我的味道，我不敢出去，怎么办？你出来嘛，好饿，出来呀，出来看见啦，好香，也是一点的哎，我口好渴。我的，怎么地啊？我老哎，你们今天吃特别好哎，你们每次饭那间，你们今天全部是料啊。你看我们还有下午茶时间，然后芋圆，哇，很香哎喂，关东煮啊。算了，还有6个小时多，要不要留给你6个小时后吃？不要，看起来很好吃哟。哎，那边东西你看没？哎，这个我不写的。现在就调住昨天拍的照片喽。冻泳蝶这样拍的，你看哦，他原装拍到这样丑啊。有千变话讲，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有调色跟没调色差很多。看啊，我 reset， 哎呦，拍到美嘞。是谁帅？有 filter 就长这样，所以就是自己调色，我觉得蛮好玩的事情啊。其实现在状况哦，我觉得肚子饿是其次，最主要是口很渴，搞得我想去冲凉。你爱要给谁是吧？你的手机太远了，你要没有？还是你按了按不到不是？你是连点点按了按不到，按了按不到，怎么？你要怎么？要这样喜欢喝水是吧？过来。请问我们下个礼拜的工作室搬迁哦，会成功顺利准时发布吗？你不要这样 stress 我嘞！24分钟哦，好可怕哦，我觉得。哇，来继续播，这个是卡通版的我吗？很蜡笔小新哦。这卡通比较可爱。尿湿。这个全部都是玩泥画的。哦。画很快一些哦。以后我的 YouTube 全就自己专属的那个图案了。现在来到我们的4点钟哦，距离我不干刮痧还有3个小时18分钟。目前状况呢，我觉得除了口渴之外，都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就是嘴巴很干哦。你只要找事情做，感觉的话就不会这么辛苦哦。哎，他妈去买食物，我这了。你们买什么？你要吃什么嘛？我去买给你。我吃下来的时候都冷了哦，还有3个小时，惨哦！我现在没什么事情做，我好像找事情做，我脑袋才不会是想着饿啊、口渴之类的。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吧，好像要下雨啊。等一下，我不是买不到我的 Ramadan 夜市？国产双峰塔来了，买2个。我老哎，今天人多嘛？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Ramadan 秀。两个，贱人。
阿爸，啤酒。好吃吗，宝弟？嗯，真好吃，好吃呢。潜水咯。太好吃了，超美到极点。什么感受？我觉得睡觉是好方法，但是你没有理由三十天都在睡觉。我好饿。现在是6:50，再多半小时我就可以吃东西了。然后呢，难得书生可以载我去买晚餐，但是呢，我在想，我今天原本就是要去一个 Ramadan 的夜市买东西吃，但是雨这么大，我们究竟怎么买呢？书生，雨伞啦，喽。这雨有点大哦。这不是很大，这是夸张大。你确定等一下逛得到吗？我觉得那些人肯定是有开店的，只是有没有去买吧。这样子，你等一下会不会一冲下去就？快买什么吃？其实讲真的，我觉得，我目前的状况啦，刚刚睡了一个40分钟嘛，我觉得没有到很辛苦，还是可以接受的。就那个饥饿度是有的，然后有一点点小头痛，但我不懂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的。那你有没有 follow 到他们来这个做这个的目的性？是你有没有？领悟到就是穷人不能吃东西的辛苦。其实它有几个 point 啦，做斋戒月，人最主要就是让你体会到贫穷人的辛苦，然后让你更珍惜食物。我觉得我这一点感觉有更加深一点的，因为我觉得食物不可以浪费。你知道，如果你要吃食物的话哦，我听我马来同胞朋友讲啊，如果你今天就是有生病啊，还是你要吃食物啦，你就要真的是捐米、捐粮食去给真正贫穷的人，不是讲你。今天低收入的，或者是只是暂时没有钱那种贫穷，是真的真的贫穷的人才可以。书生讲了这么一大段，我不妨讲接下去 ，OK， 大家知道就好了。你要带出那些 information 给大家。对啊，对啊，对啊。那些可能像台湾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就是有马来同胞有这种做这种事情啊。反正总结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珍惜食物啦，因为每一份食物都得来不易。我老实讲，我有时候会浪费食物，所以我觉得我透过这一个 Ramadan 有更加珍惜食物，因为肚子真的饿。我看他们吃东西真的很知道就好。然后今天我们选择要去的那个 Ramadan 夜市是在达曼顿啊，因为我想去大型一点的夜市，然后在我公司附近啊，最近就这边了。不然其实最大型好像啦是在沙拉，这个时间去孔凤塞，我们这样去8km 都要23分钟哦。很期待外面有什么食物，因为通常哦他们的食物是很好吃。你们看那个鱼够大咯，然后又这样塞车哦。耶、yeah, 我们终于到这个夜市啊，然后雨也慢慢停下来了，但是有点小雨，感觉很多店现在也是才刚开啊，因为刚刚下很大雨的关系。对，你们在吃什么嘛？很饿，我来看看是什么，反正一定要买炸鸡就是了。我发现我做了一个很傻的事情，因为我奇怪为什么他们在没做生意然后在吃东西，我也忘记了他们现在是晚餐时间。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应该要更早，可能5-6点就过来买好了。我奇怪没有人在卖东西这样子，但是还是可以买啊，味道蛮香的。我看到这个夜市其实没有很大，就这个 L 字形，我们现在走完一圈才大概看到买什么东西。我都闻到那个鸡味道很香很香。各位，很多开始关店了，原来他们7点多就关了。今天也太惨了吧，饿了差不多14个小时，然后来到这边他们好像全部都要关店了，但是还有一些是可以买的啦。所以他们应该是只做5-6点的生意哦，然后7点，然后他们就结束了，是不是？就带他们吃东西就结束了。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正常来讲，他们这样做生意其实都是给马来人买嘛，然后马来人都已经过了那个吃晚餐的时间，他还过来买的嘛。你看，关店的关店，打雷的打雷，好悲惨啊我。啊，我要买这个阿亚本鸡。书生决定吃纳西的嘛，因为很多东西太肥了。哇，纳西的嘛，阿亚才4块钱哦。OK， 那帮人 OK， 伊尼这里给，伊尼这里给，这里帮人俊俊 yes。漂亮的美女，这一次的影片呢，只可以讲算我蠢了，没有预算好。原来他们七点多卖完就关了，我们去到都已经所剩无几了。我还看到一个我很想吃那个叫什么满江
贵啊，煎龙糕啊，而且脆皮啊，只有巴沙妈妈才会有，结果它卖完了。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影片呢，可以更加珍惜食物。然后也希望如果大家明年去那个 Ramadan 夜市哦，记得看了这个影片你就知道，最好是早点去啊，不要六点多来去，更会出事哦。刚刚他们问我今天一天这样子 Ramadan 怎么感受，我看哎没什么感受啊，我觉得稍微饿一点、渴一点，然后没什么事情哦。然后我就突然在想一个事情，我刚刚讲过这个事情吗？难道这个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可能记性没这样好，精神状态不好。啊。